在直播间初次相遇，你的身影深深地映入了我的脑海里，你我的目光有了短暂的交流，一见倾心，再见倾城。那一刻我便晓得，你就是我一直以来要寻找的那个人，我愿倾尽一生去爱的那个人。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春秋，我终于在对的时间遇见了对的人，让我结束孤单的漂流，终止零分的斗殴，找到甜蜜的归宿，从此想和你长相厮守。我喜欢你，我们在一起好不好？我明天就带你去见我的妈妈。英雄之城，美丽重庆，欢迎你，要不要的吗？